我现在在了科格兰饭店，那它这是细食高评价。当然啦，因为它的等级比较高，所以比昨天的buffet还要好。那格兰饭店通常都是这种等级的。我现在是手持拍摄，那现在就是来看到门口，我们要排队进场哦。这就是它的甜点布丁，好漂亮，超七彩的，蓝色的，现烤布丁，牛排。这边是熟食区，汤。因为人很多，因为这间饭店是大饭店，这边都是炸物啊，山贼烧，然后这边是早餐的，剩一点点。这有现捏的这个饭团、寿司、冷盘，生鱼片、披萨、咖喱、茶碗蒸，然后这边是炸物。巧克力锅，然后小朋友喜欢的炸虾，然后这是餐盘，然后这是沙拉。总而言之，很棒的装潢，格兰饭店就是这样子。我吃过很多家格兰饭店，等级都不错。那它的待会会去看它其他的地方。以上。